这我实在上突然的。哦，讲到这一个就乌七边，那个对伊嘛是都袂啦，没多久尔就感觉西欧那那地人走啦。啊，你看你有变消息。丢丢妹没钱回娘家讨三万逛夜市，爸爸谈婚变气炸，实在堵烂。但知道说离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的吗？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今天有可能会有到和解的地步吗？不太清楚。直播天后丢丢妹爆出跟老公王星正婚变出走，开车新粉专捞定九楼咖，而还没正式叫卖，丢爸十二号就在影片大叹最毒烂丢妹的婚姻。爸爸最担心女儿的事是什么？女儿对爸爸最愧疚的事是什么？二三，哇！这我实在上突然的。哦，讲到这一个乌七边，那个对伊嘛是都袂啦，没多久尔就感觉西欧那那地人走啦。啊，你看你有变消息。啊，我讲啊。女儿什么状况下最想回娘家？三婚，第二项就是钱。你怎麼會說得這麼現實？還有沒有錢也會回來拿，這樣你看那麼爛啊，早驚賊，早驚賊，有聽過嗎？就是這樣來，我現在就是正大光明歐爺財產，希望你快的啊，財產都在留給我啊。好啦，對，感謝爸爸什麼事？當我最受委屈的時候，這就暗號啦。对啦，就是他会 cover 我，那个叫暗号，连你都叫暗号了。只要他觉得我受委屈，他都会跳出来帮忙我。多久没跟爸爸说我爱你？哦，很久了。你的好笑，那个进前人刚刚在家里讲我爱你，还是在偷钱呀、啊？你知道我爸多偏心吗？我这次要去夜市买东西，还去百货公司买东西，然后我就给他偷钱，他就会变脸了，没钱啊什么的。他原先他先给我一万。然后后续我觉得不够，他又补了大概两万给我，然后他给我姐多少5000，先给我2000，哦，他给2000，可怜呐、啊。爸爸最爱唱的一首歌，我猜晒你来一二三，你那好小金头胖哦，我的专辑，嘿，你的专辑，我跟你讲真的哦，来你唱一下。我在他乡无眠的一暝，手心的温暖拢是你的香味。爸爸交过几个女朋友？可能会知，这袂使讲诶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啊，我都有50个呢。八个啦。你讲你人生当中的过客八个尔。八个。啊无呢，啊唔对呢，你不是19岁甲妈结婚的吗？有你变啊算八个，你看。要前国小、前国中就足多个咯啊，国中哦。一届搞足济。下面就当要对叫恁老爸，要恁老爸甲对叫一个尔。爸妈怎么认识的？谁追谁？好来，一二三。你看到我的面子吗？屁呀！真的啦，不是唱歌是知的吗？对啊，要就是看到恁老爸的歌声，要燕子上课，伊看到爱对啊。所以是妈追求你，也是你追求妈？追求我。那有可能十个人出一个嘴？我唱歌了之后，伊就甲塞妹的，我甲甲伊讲了，就结婚啊？无啦，较晚早，三个月。哦，三个月去困吼。什么歌？为何欺骗我？你讲你上届爱我，为什么你自己来变卦？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